再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几个简报的范本找到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是免费的影像图库哦。那这个影像图库的部分呢，其实网络上也找到很多，因为范本总是有限嘛。那图库你要找之后，事实上可以找很多。那么我们先来看哈、哦，一般来讲，其实我们要做简报，最主要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看的背景，对不对？啊，好看的背景。那我想老师您随便找哈、哦，都很多。那我比较喜欢去的是这一个网站。就是这个 AV Stock Photo 这个，因为它提供的解析度比较大。好，一般有时候我们去找，你用桌布的当然也可以啦齁，比如你要放在电脑桌布上的。那去这里找的，我常常会找到的就是说它可能有400万、500万甚至600、700万以上像素的照片。那这样的话有时候老师可能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时候，解析度就扩大。好，就扩大齁，所以我们可以先稍微看一下这个网站。这里有一个叫做 AV Star Photo， 在简报的第十页，简报的第十页那边，你把那个电视档打开之后在第十页，那我现在呢连过来，好，您进来之后，其实我们挑给各位的网站大部分都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都有帮我们做分门别类啊，因为这样我们在找的时候比较方便。那么您看一下左手边齁，它这边呢有所谓的 popular 的 search， 好，你可以找最新的，也可以找 top 1000的。好，那这里呢另外还有你要找一些其他的，有没有，你要找专门做背景图的也可以，黑白的也不错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看我们找专门拿来当背景图用的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，诶，比如说像这个，这个做简报的效果也不错，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尺寸多少？诶，数位相机的那个基本上怎么算出来？两个相乘，所以我们简化一下，30×20， 600万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是不是600万的？哎，你看提供那么高解析度的，我们再用就很好用啊。嗯，所以像这个你就可以，当然简报里面事实上是不用到那么高了啊，因为毕竟简报还在萤幕上嘛，哦，所以你的萤幕如果没有那么大，它当然就没有差太多。那您呢在看的过程呢，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它还有右手边的，左边这边是免费的，右手边这个就是付费的，所以它当然要投你所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右手边看起来都比较有感觉一点的，那那个就是付费的，那你看你啦，因为有时候你就觉得我就特别喜欢这一张啊，那你还是可以付费嘛，好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找，好，找看看有没有比较适合的。那这是第一个，就是如果你要找的是属于比较那种背景类的，好，图片类的。那么另外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们常常还要是一些小的图示，好，比如说您可能要做一些像插图之类的，那您就可以来找看看哦。那您可以找看看像这个 icon 图示的，好，我在简报的第12页这边啊，有提供一些 icon 图示的，那您可以找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。比如说我们来看哦，这里好，这个网站有点改版齁，那没关系，来你看一下。好，这边就很多，对。昨天刚过完一个节日嘛。啊。很久没过了这样。2月14忘记过 ,3 月14还可以记得啊。好，那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些情人节的，嗯，就拿来用一下咯，点进去。好，那它进来里面呢，你看总共有那么多，您就按 download now 就好了，就可以下载下来。好，下载下来。那一般他们的图的话呢，其实有的他会在下面这边齁，再帮您做一些说明。也就是说他说，诶，每一个图呢它都有不同的 size， 有 48×48， 最大到多少 ?256×256。也就是说它是要当小图用的，插图用的，所以它不是那种很大张的。256×256 也是小小的。好，但是就是说您可以
如果比较小的，就可以像我们一般像项目符号啦那种拿来用。那如果是比较大的，就可以当卡图来用。所以像这边呢，我有先下载下来。好，您看到、哦，哎，这个图库我抓几个，这个，好，你看它有分类有没有？这就是我刚刚找那一个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如果点进来这里面，我就找，哎，这里还有5页的，比较大的。好，你看哦，那这些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您今天在我们提供的那个 icon 收集的，还有或素材找的，它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是您去背好。你看，如果我现在假设老师您看到这个有白白的拿到简报里面去，能用吗？这样不是像贴狗皮药膏一样的大嘴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不好看了。所以我们要找的是这种已经去背好的。那哪一种是去背好的？其实老师您注意一下，我们的那个图片的格式都是这一种，叫 PNG。这个呢，现在我们在网页上也都支援，也就是说它可以让背景变厚。那以往老师也许可能会用过一个，哎，我们在 Word 里面也好，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，它好像有一支笔，可以点一下设定透明，有没有？老师有用过吗？那个能看吗？那个很难看，对不对？常常旁边会毛毛的，变白白的，啊，去掉的不漂亮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只去掉一个颜色。那我们拿这个进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您看哦，我就拿这个巧克力吧。好，你看我拿到这边来，好，把这个进来。请问有没有喝得好好的？这样巧克力看起来比较好吃吧？还是你要白白的？对不对？那因为我拿的是5页的，所以我还可以再缩小一点。这样是效果好很多，而且老师可以发现它的阴影有没有一样是阴影？阴影还是半透明的哦。所以老师这个 PNG 这个格式实际上是很重要啊，因为你要会找。这样的话我们找的图片就比较 OK， 而且我们尽量是提供大家就是免费的啦、哦、你付费的你有兴趣你可以买，但是我们尽量免费的资源先用，如果您觉得真的不够了，我们再来找这个付费的资源、哦、所以像这样我们要使用的时候就很方便。好，你看这个也是一样，比如说、啊、这种季节就可以拿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您就可以稍微装饰一下，好，装饰一下就 OK 了。那其他的呢，这边还有很多啊，您看再往下找这里，那下面这个有向量图库的，可能老师的电脑您就要安装，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Adobe 的 Illustrator 或者是那个 Cozo 之类的才可以用啊，因为您可以从里面再转出来，好，从里面再转出来，这样您大概了解意思了吗？好、啊，